全麻的，然后它里面是有做内里，对，或者是很好看。哦，对，它杏色里面它还有做内里哦，对，它两它都有内里的，还蛮细致的，还是黑色，黑色有，黑色也好看，黑色好像也有，对，它有内里，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透的问题，对，它就是。然后棉麻的话，就是夏天都还蛮舒服，它是穿一个比较休闲一点的，休闲一点，对。然后它一样，它前面有打折，我觉得这件裤子也蛮好看的，它就是比较休闲感，然后是后松紧这样子。对，前面这边，而且它很厉害，它就是里面有暗扣，对，它里面还有暗扣，然后这里这个是一个就不会跑掉小设计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裤子的编号是05191哦，后松紧的。对，是后松紧。穿这样稍微有一点垮垮的，是蛮好看的。对，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的。对。对，裤子是棉麻，棉麻材质，然后有内里。对，这件裤子我就觉得搭这个高的鞋超级好看，大家可以穿哦。它是夏天的，然后棉麻材质的话，夏天的话都还比较凉，都比较透凉。